那我们来测试一下，小宠物会不会也会有？你觉得它有可能吗？有的话，那我就要跟他说，你是活的。嗯。你碰到感应器，有的话我就再把它踢飞就好了。真有。那再讲另外一只。我很惊啊！哎，它如果真的是……哎，没电。你拿小小手掌一点的啦。那你的手不能在那里啊，因为会感应到啊。嗯，没电。所以没电是关机啦。好哦，来，已经开机哦，确实开机状态哦。来，我们加进去。啊，我没有动哦，我真的没有动哦。看我们的小兔子有没有血氧。嗯。哎，关机耶，再按一次。来，我们再把它用更进去一点。来，我手是真的离开哦，这样子。有吗？有的话，那我只能说。所以是手感应到还是怎样？你的手不要在那里，我是说手不要在那里，就放着。真是真的，小兔子你是活的。然后他们还要转过头来说：“被你发现了。”好毛骨悚然哦。